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钱的人很多，但是钱不是万能，它不能再给你心灵的满足。有钱的人往往担心别人，因为看上他的钱才会和他交朋友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却来了这样一个贵族王子，特立独行的想要装穷，不料被三秒团灭。孟非怒吼，他身价588亿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在孟非老师的相亲节目中，来了一位贵族王子，但是他却穿着朴素，声称自己是一个穷人，想要找一个愿意陪他一起奋斗的人。不料此话一出，美女纷纷灭灯了，只留下男嘉宾一脸懵的表情。孟非看后也是直接怒吼道：“你们真是被外表蒙蔽了双眼呀！”他的身价有588亿，台上的女嘉宾也是后悔不已。但是此时，这位贵族王子早已离开了舞台。对于女嘉宾的行为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